恭喜少帥奪得普城，在下有貴重嘅物品想送俾少帥。哦，有禮物啊！係啊，想救呢只臘鴨啊？我睇你送乜？誒，唔好咁衝動，我即刻攞俾你。嗯？喂，攞嚟啊！嚇咩啊？頭先俾你嗰樣啊？邊樣啊？頭先俾你嗰樣咧？你邊有俾嘢我啊？小翠，睇白你冇礼物送噶啦，耍花招。我绝对冇耍花招噶，我嘅贵重礼物就系帮你放咗杨克兰，等你积翻啲阴德。不过而家冇用啦，你又杀多个人啦。切，我使乜积阴德啫？你知唔知点解我放你上嚟啊？咪就系因为好玩啦、啊。叫朱棣唔好乱嚟，点解喺啲害我？
我哪有害你啫？我嚟杀嗰个冚家铲啫嘛！你杀咗佢，就等于毁咗我，你明唔明啊？不如咁啦，你帮我杀咗个冚家铲，我去杀咗佢阿爹，我保你做大帅。哼，你得咩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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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那天是揀人死的。我曹英个仔啊！我曹英，我老豆曹英啊！